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join me welcoming Abdulaziz Bouchlaibi from Saudi Arabia. Ladies and gentlemen, also please join me welcoming Linggao Yuan from China.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游民工视频和移动高清为您带来的2024WTT 沙特大满贯的比赛直播，我是解说员周万达。那今天晚间时段啊，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世界冠军刘国正以及前国乒队员马特来到演播室陪伴大家共同观赛，欢迎两位老师。嗯，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在我们北京时间晚间时段的第一场对决啊，是林高远对阵东道主的选手，舒莱比，两个人也是首次的交锋啊。其实我们说，像大满贯这样的一个顶级的赛事，去到了沙特地区啊，也会给当地协会啊一些运动员参赛的机会，其实能够在正赛阶段和我们国乒的选手进行比赛，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是信心上还是这种技术上收获上，都是有非常正向的帮助的。学习为主，对。其实像马特也是去到了沙特打比赛，其实我觉得像你这样的这种身份去到当地比赛，对当地的这种技术啊，包括乒乓球项目的发展也是非常有积极作用的。嗯，平时会和其他的队员有一些多数的这种训练，包括交流吗？对，我们每天，因为那边每天都有比赛，然后每天赛前有训练，赛后嗯有翻译没翻译的能说几句就说几句，就他们那边。对于这个乒乓球的热情还是非常高涨的，而且氛围非常好，其实水平也还是不错的，因为他们那边训练也是比较系统，是吗？有中国教练，然后他们的俱乐部也是，时间都是安排的比较紧的。像他们可能比赛这种机会会少一些，整体的水平可能稍微偏低一些。是。一般训练还是可以，训练看不出来，对对对，一打就不一样。训练都质量也挺高，然后节奏什么都不错，一打有的时候就感觉有点磕磕巴巴的。但其实这也是整体实力提高的一个必经之路。嗯。所以乒乓球啊，这个赛和练这个关系啊，其实也是很复杂的。嗯。啊，有的就是练得好。赛不行，是，但有的是练不起来，但他赛可以。嗯。现在这个场地布置也是真的，非常的好看、啊。没错，炫酷。这个绿色也是一个沙特的一个特点，一个特点。其实，在 WTT 的系列赛事当中呢，我觉得主办方还是有一些啊那种小心思啊，去呈现在比赛过程当中的，包括每一站比赛它的一个主题色啊，然后包括呢在比赛的这种开赛之前，有一些当地文化的这种宣传的这种表演融入到我们整体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在去进行比赛的同时，也会推广当地啊一些文化。它是我觉得把这种体育和文化融合啊结合非常好的一种形式。嗯、像这个场地看着都想上去打一打。这个看着上去打就感觉很过瘾那种。是的。
场地，我应该不会站在挡板，应该可能冲不到那儿。是的。好，比赛开始，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比赛的情况。Love one。一上来高远整个的状态，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嗯，啊，人很显得很紧凑。To love。澳门结束后这几天，整个状态保持还不错的。我觉得澳门这个打完以后，对于高远来说，肯定从信心上面来说，还是有很大的这种提升。是，真的是，我认为，整个比赛是确实有点可惜，但对高远来说，收获东西也是非常多的。没错。1-3。你像一开局就打的就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都是在一个。这个摸索阶段，嗯，其实不管对手的水平高低，一上来大家都显得比较紧的，就打的都是在前三板。是。而且林高远在处理上也没有太急于的去主动的去发动啊，还是以稳为主。因为他也知道整体实力上来说，对手肯定是打不动他的，所以他现在能控我就先控，刚好我也可以练一练控的感觉，因为主动去拧拉。这些可能在之前准备的时候就练的比较多，但是换了不同的对手，我要怎么去摆、去劈长、去搓，这个是需要去找感觉的。嗯，而且新的场地对于这个空间感，对，需要慢慢去适应适应。6-1，这打了半局，好像想练两个，不太，人家不太给练。因为有时候第一场你如果说你碰到的水平差别比较大的时候，你想打个发抢打不起来，对，那你就得降低自己的发球，我把发球质量降低，让对方先拧起来，哦，或者说先搓我一场，我先冲他一个，试试，或者算他一个。哇，发球一个大拱的。7-3。沙特这名队员其实整体能力我觉得还可以，嗯，啊，从发球啊到发抢啊到相持环节当中还是有几板威胁的。正手还是要比反手稍微稳定一些啊。他比较刚开始有那么两三个的这个加力被高远正常护回去了，就所以显得分差太大了。其实球还行。对，你看他一直在发力，嗯，这个就是这个。他因为他也知道自己能力不够，所以他见着球就想发力，那反而也会给他带来更多的无谓失误。但是他不这么打也不行，对，他不发力更没机会，控也没机会。是，嗯，发球变化挺多的，对，侧旋、勾手、转不转。所以从打了一局下来看，他应该来说学的这个发球啊，包括发抢啊，这样套路的东西也是非常多的。就这种情况下，就像刚刚马特也说到了，可能和我们有中国的教练肯定有关系，就脱不开关系啊。就他只是显站在高远对面，显得他这种前三板很薄弱，对他打不出来啊，对他打不出来，他这个只能靠搏杀。那如果说，比如说世界排名可能差不多的话，他这个短球好像就还可以了，他这个套路就能体现出来了，对对对。像第一局，林高远主要是以摆和搓长为主，可能到了第二局，是吧？我再加点拧，打一些衔接啊，这样的话，整个比赛我就都能够，锻炼到了。是。
Second game, Ling to serve, level. 好，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One love。开局后明显质量就要比第一局提升了一些。对，而且他第一局打下来以后，慢慢的这样的也稳定了，他会尝试打一些发抢啊。哦，开始加质量了。那第一局这个适应一下，也摸摸对方什么底。是。你第一局赢下来，第二局肯定就稍微释放一些，稍微使点劲儿这种。对。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一定是什么，一个控制我能不能控制得住，再一个呢我要打出一些什么威胁球，所谓的威胁就是一些自己的能够让自己提士气的球，那一些发力啊爆冲啊这样的一些球。现在对于沙特的选手来说，的确在台内的短球上没有任何的机会。对，那肯定的，而且他控的越多他越没机会，机会越小。哎，与其这样的话，我还不各个跟他发长的呢。对，林高远反而先发长的。那现在林高远拿来发球以后，就这个套路就非常多了。是，长的发完以后我该怎么抢？短的发完以后怎么抢？刚说了发长的，发一失误，没招就这个了。没招，没招，他不有个勾手长的吗？对。在第一局当中，他勾手长的被高远抽忘了。对呀、啊，你就发勾手嘛。他第一局好像还发了一个勾手的这个侧上长的拱的嘛，7-1的时候发了一个。但是来到第二局还没发勾手啊。这个都没有问题，这个对于沙特这名选手来说，能尽量能够多打，对，多打几板，因为这样的一个比赛，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特别应该非常难得，一定要很好的去珍惜。然后能赢一分，就多赢一分，而且尽可能把这一分的这种周期撑得更长一些。进攻对拉，对，这个都好。这最起码是发挥出自己一些东西，对，要不老打那些控制的，打的就是也没机会上手。最起码这个听听板声打几下。11-2，这样的话，林高远非常顺利的拿到了大比分2-0的领先。从前两局的过程上来看，我们看，沙特的这名选手呢，他并不是说发挥的不好，也几乎也都是形成了一些相持的状态，然后被高远得分。前面其实有一些发动，但是高远那个压住了，就先保护过去，然后再对拉呀什么的，实力还是比更厚。这还是实力差距太大，没错，对吧？你确实打哪个环节都不行，你都把球给这名沙特运动员发，他都不一定能赢。高远正手护这个快带是真快，护得真好。有些球经常感觉他下意识第二反应，但是其实他就是第二反应，而且他第二反应非常非常快。对，有很多球感觉球都已经快过他身体了，哎，他从后面捞过来了。他第一是正常反应都是在偏反手的中心，结果他一转就过去了。第三局的比赛依旧是沙特选手发球，调节挺快的。
two love。像高远现在就是接发球后的衔接啊，摆短后的抢拉还做得非常好的。嗯，所以其实这场球我觉得不完全是跟对手，其实还是对于自己来说，我能不能更好的把自己的心理状态能够慢慢的这个释放出来。你看高远现在又换一个逆旋转的发球，其实都是在不断的那种去尝试，漂亮。Love four。那这样的一个发抢就是跟高原想的很接近，嗯，因为沙特这名选手在接左手发球的时候，他的点都会非常慢，会给林高远带来更多的抢攻的机会。One four。那这时候这个也有一些变化，像拉反手一直拉不穿，所以这个球哎抹了一板直线。Four two。有点对抗还是好的。five two。 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林高远的整体的发挥和节奏啊，就符合我们常说啊，可能以我为主，然后这种以赛找感觉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啊，从第一局的以稳，然后第二局的去加一些质量，第三局的加一些变化。对，而且看第一场他的状态好不好，主要是看他的无谓失误。嗯嗯，是吧，我该上的我尽量都能够上台，而且还有一些敢算敢猜，给一些超长的一些球能够出来，能够慢慢体验出来。如果第一场上去打得比较乱，无谓失误特别多的话，就显得不够稳定。嗯，好球，好球，你看准备也很充分。对于高远的所有的球，从发球接发球到后面的衔接啊，都是很正常的，一点点在往外释放。对，这种无谓失误还不多，那么一两分。漂亮，但手感很热，是吧？其实这个球不太好拉的，因为过来以后这个球不是特别的转，你必须得加够足够的弧线加摩擦才能上，如果稍微拉薄一点有可能就下网或擦网出界了。而且我其实近两年看高远比赛，我觉得他的节奏不是单一的快，他是有很多节奏变化的，只不过是他的快节奏被大家所熟知，那是他的得分点，对，那是他的特长。但其实他是在比赛中有很多节奏变化的。哎，想穿越。11-4 game and match to win the win 3-2 so was edge 10-5。 嗯，主动的指出了。嗯，主要是还想打一个发抢。这样的话，林高远也是以3-0的总比分，非常顺利的战胜了沙特阿拉伯的选手舒莱比。进行的还是非常的顺利啊，10多分钟啊，3-0的一个完胜。